那时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然成了我高三生活，乃至后来天崩地裂的开始。进来吧，孙老师，你坐那里，第四列最后一个。想不到咱俩是同志啊！你就比我高四分，才52，下次我肯定比你高。周子怡，你还好意思啊？关你什么事？陈征，100。不会就问我吗？为什么不问我呢？我成绩比你好，我可以教你。你急什么？你急什么呀？还给我！闭嘴！I have a dream。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高中这三年，大家风雨兼程，努力拼搏，为的是要考上一个好的大学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但每一个伟大的梦想不是凭空而来的，除了认真学习这一条路能够让自己梦想成真之外，别无选择。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现在把书翻到128页。嗯，那你让爸爸好好休息。嗯。怎么样？你爸好点了吗？情况还是不怎么乐观，但是具体怎么样，我妈也不愿意告诉我。会好起来的。周子毅，你装神弄鬼干嘛呢？出来吧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事儿得有个说法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屁用，都没法走路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背他去食堂。背？不背不了，扶也行。扶不了就赔钱，要么赔人，要么赔钱。
什么钱啊？当然要赔钱了，什么挂号费？我的钱都在卡里了，不够下个月我再。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么吃下去不行，一起吃吧。谢谢，我去帮你把卡要回来。别去，人是我弄伤的，我就该负这个责，我不想欠他的。各位，哎，今天我周小爷高兴，免费请大家吃地兰胜选。是真没钱，就买这么点地兰胜雪，卡就刷爆了。你们知道吗？